12月5日，小娜比欧阳娜娜发文称，跟大表姐玩得开心，配图为四张与大表姐超模刘雯的合影。照片中两人身处法国巴黎的 Coco Apartment， 欧阳娜娜梳着马尾辫，一身格子衫，一脸青春的模样。大表姐是一身时装，粉色休闲西装搭在肩上，大手指上的戒指十分抢眼。刘雯跟着娜娜也是搞怪造型频发，张嘴大吃一惊状态，兔耳朵，双手握拳卖萌样子。原来气场爆棚的刘雯也是可攻可萌，超级抢镜。欧阳娜娜还搞怪调戏雕像，两人玩的真是不亦乐乎。